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呢，是马上就要开始的 Ulta 五折特卖会的攻略。Ulta 21天五折特卖会，这个 21 Days of Beauty， 它是连续21天，每天都有几件特价品是五折，然后仅限这一天。然后大部分这些特价产品呢，都是在 Ulta 店里或者是 Ulta 官网都可以买的，但是个别产品是 online only， 就只有在 Ulta 的官网才能买到。另一部分产品呢，叫 Hot Buys。它是21天之内每天都特价，但是折扣就不一定是五折了，一般的情况是6到8折不等。整个它这个21天特卖会呢，是从9月3号周日开始，然后一直到9月23号周六结束，一共加起来是21天。然后我们现在就来一起看看，就是这个21天都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产品。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在 Ulta 官网上看到，就是他们这21天都有哪些产品特价。而且今天我主要是来给大家划重点的，所以我可能不会每一件产品都提到，我只说我觉得在这个21天之内，就是我推荐的值得入的产品。如果你想看他们完整的列表的话，我也会把它这个21天闪购的链接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首先是第一天9月3号周日，有 IT Cosmetics 他们家的极细双头眉笔五折。它的原价是24美金，然后五折之后只有12美金，真的非常非常的值得。 IT Cosmetics 他们家眉笔本身就非常的出名，然后再加上五折，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想囤眉笔类的，或者想试一试他们家就是眉笔怎么样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的时机。9月4号和9月5号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惊艳的产品，然后但是9月6号有一件。9月6号呢是 Tarte 的 Double Duty 双头的唇膏加唇彩色，它这个系列有很多种颜色，然后它是全线都打五折，它的原价是24美金一个，然后现在打完折之后只要10美金，它这个折扣真的是已经是超过了五折了。而这件产品是我曾经用过的产品，我买过他们家的那个旅行妆，然后也买过正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然后它的唇膏唇膏部分非常的滋润，唇彩部分显色度也非常好，所以无论你是单用唇膏然后单用唇彩，还是就是两个加在一起用的话，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好看。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建议在网上先去看一眼他们家这个系列的就是全试色，然后再决定选哪个颜色。9月7号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产品，但是9月8号有。9月8号这个产品就厉害了，是 Ofra 的全线高光打五折。没错，你没有听错，是 Ofra 的高光，而且是全线的高光都打五折。 Ofra 高光真的非常非常火，然后它的原价呢是大概在29美金到32美金之内，五折之后呢就变成14.5美金到16美金，我觉得这个折扣真的是可以用屌炸天来形容。但是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折扣是 online only， 所以只有在 Ulta 的官网才能买到，如果你那天就是跑他们家店里去的话，是买不到 Ofra 的高光的，就是只有网上才有这个五折。9月9号这天的折扣也非常的给力，3件产品中有2件产品都上榜了，其中一个是 Benefit 这个 Roller Lash Mascara， 这件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然后它的原价是24美金，然后五折之后就变成了12美金。如果你是这个睫毛膏的死忠粉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再多囤一支。3件产品是 CoverFX 的定妆蜜粉，这个产品的风也真的是吹得很大，我已经听说很久了，然后但是一直没有下手。然后它的原价是35美金，然后打完五折之后是17.5美金，这件产品是我这次就是绝对会买的一个产品，在这里强烈推荐。我看到这件产品呢也是 online only， 所以就是如果想买这件产品的小伙伴，记住就是只能在 Ulta 的官网买，店里是没有的。9月10号这天只有一件产品上榜，就是 NARS 的这个七色腮红修容盘打五折。你们没有听错，真的是五折，它原价要55美金，就还挺贵的，然后打完折之后只要27.5美金，我相当于你花了27.5美金的话，你得到了4个腮红色，3个修容色，然后其中还有一块就是特别大的修容色，是他们家那个最出名的那个 Garuna 修容色，你就光买那一块修容的钱，你也就比27.5多了。你买这个的话，你不但得到了那个很大的一块就是 Garula 那个修容色的话，你还得到了另外2个修容色跟另外4个腮红色，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次 Ulta 21天闪购里面就是最值最值的一件产品了。比较可惜的呢是这件产品呢只有他们家的高级会员才能买，所以如果你恰巧是 Ulta 的高级会员的话，恭喜你，你可以把这件产品拿回家。如果你不是 Ulta 的高级会员的话，你是不能特价买这件产品。
产品的，而这个产品也是 online only， 就是店里是买不到的。九月十一号有一件产品上榜，就是 Too Faced 的眼影打底膏，然后他们家这个打底膏也是非常的有名。如果你有什么眼影是那种就是持妆力比较差的，就可以配合这个眼影打底膏来用。它的原价是$20，然后打完折之后只有$10，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如果你经常用眼影打底膏，应该其实也挺快的，跟遮瑕膏的速度差不多。如果你是这个产品的死忠粉的话，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就是多囤几管。九月十二号、十三号、十四号这三天都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惊艳的产品，但是九月十五号这天有一个产品上榜，就是 Clarisonics 的洗脸刷刷头，全线买一赠一。这个真的是太赞了，我觉得已经不能更赞了。我是一直用那个 Clarisonics 洗脸刷，就是长达6年多的人，趁着打折然后多囤点刷头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次这个买一赠一真的非常非常的赞。我在这里面推荐它那个粉色的亮白刷头和全白色的那个羊绒刷头，这两个刷头是我目前为止觉得就是最舒服的两种。九月十六号呢是有一件产品上榜，就是 Dose of Color 的液体唇膏。他们家液体唇膏的风真的是吹得太大了，就各种博主都在推他们家的液体唇膏。虽然它是雾面的，但是使用感一点都不干什么的，然后颜色又非常的饱和。然后它的原价是$18，然后现在打完折之后只有$9，相当于你是花了一个开价的钱，然后买了一个专柜的产品。九月十七号没有什么，十八号没有什么，十九号也没有什么，二十号就厉害了，大家一定要在这里划重点。二十号，一定要记住二十号。二十号一共三件产品中有两件产品都上榜，一个呢就是 MAC 的唇膏，没错，你们没有听错，是 MAC 的唇膏。MAC 唇膏在那天呢会有2个颜色打50%，而这两颜色呢是 Russian Red和 Velvet Teddy， 它的原价是$17.50，然后五折之后就变成了$8.75，非常非常的便宜。如果你喜欢这两颜色，或者你就是一个 MAC 唇膏收集狂的话，你可以在这天就是五折买下 MAC 这两颜色的唇膏。然后另外一件产品呢是 Clinique 的这个 Take the Day Off眼唇卸妆液。我是特别喜欢用他们家的那个卸妆膏的，但是我其实还没有尝试过这个眼唇卸妆液，它的口碑也真的是好评一片，所以我可能会在这天就是买一瓶他们家的眼唇卸妆液试一试。如果你已经是这个产品的迷妹的话，就这天大量囤货吧，因为它真的是不到$10就能买下来。我看了眼他们家的旅行装也要$9.50，然后相当于你用了一个买旅行装的价格买到了正装，就非常非常的值得。九月二十一号这天没有什么，二十二号那天也没有什么，然后一直到23号，23号最后一天有一件产品上榜，是 Benefit 的那个眉胶，然后它原价是$24，然后五折之后变成了$12，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值得。我是更喜欢用眉笔的人，但是我知道有小伙伴们非常喜欢用眉胶，如果你是那个喜欢眉胶的话，你就可以考虑在这天入这个 Benefit 的眉胶。刚才我们说的呢是就是二十一天就是每天五折特价的产品，现在让我们来说一下那个 Hot Buys 的产品，相当于就是在21天之内，这些产品每天都打折，你不用赶着那一天去抢的一些特价品。在整个这个列表里面有3件产品上榜，第一件产品呢是 Tarte Double Duty 系列的一个保湿粉底膏，这件产品出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一直挺想试的。它的原价是$39，然后呢到21天闪购开始的时候，它就会变成$27，然后一直保持21天。我觉得这个折扣并不是说特别特别多，但是它也相当于打了个70%的样子，还是不错的。如果你也是就是想尝试这件产品的话，我建议可以在这个21天之中选一天购入。另外一件产品是 Bare Mineral 的这个液体唇膏，它的原价是$19，然后打完折之后是$13，相当于也是一个大概6-7折的样子。这件产品我听很多博主都说过它，就是因为它是 Bare Mineral 的，所以相当于不是一个特别新的牌子，很多博主在一开始都忽略了它，直到就是后来就是可能试一些就是厂家寄来的 PR 产品，然后才发现这个 Bare Mineral 的唇膏的使用感非常的不错。所以如果你想尝试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 Hot Buy 区域，然后把这一件产品也加入你的购物车。然后最近产品呢是 Smashbox 这个 Photo Finish 妆前乳，然后这回打折的呢是他们家的这个旅行妆而不是正装。他们家旅行妆平常卖$16，然后这次打完折之后只卖$10。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曾经在我之前的一个攻略视频里提到过，就是 Smashbox 这个产品本身的旅行装就比正装要划算。我本身其实就建议大家如果买这件产品的话，应该就是直接买旅行装，没想到他这回旅行装又降价，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傻。
我真的是已经笑而不语了。你们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就是放购物车，放购物车，放购物车，好多好多都放在购物车里面。好，刚才就是我在这个 out 21天五折特卖会推荐的所有的产品，接下来就是重点了，就是我们的攻略部分。我知道你们最爱看我的攻略了，我这次的攻略呢也是准备了真的是满满两页的笔记。我觉得最重要一点也是很多人都会问我的问题，就是邮费怎么算。我觉得邮费嘛分三种情况讨论。首先 out 其实是跟 Sephora 很像的，就是会给他们家的高级会员免邮。 Sephora 呢叫 VIB 入职，是年消费1000美元以上的才能给这个免邮，然后 out 的这个会员就非常平民化了，只要年消费满450美金就可以变成他们的高级会员，然后所有单免邮。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已经是 out 的高级会员了，那你当然可以就是从中获利，就是这几天的闪购的话，你可能每天只看中一样或者两样，你就只要把你想要的买回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面对凑单的问题了。但如果你不是 out 的高级会员，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就是非要为了这个免邮现在赶紧花450美金。我觉得如果那样的话就有点本末倒置了，没有那个必要。如果你不是高级会员呢，有另外两个办法可以免邮。一个呢就是店内购物，如果你们家附近正好有 out 的店，就大部分就是实体店有的产品你是可以在实体店拿到的，就是你就不需要任何的邮费，你只要就人亲自过去就好了。那天可能会排大队，所以如果是去店里面抢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早去，然后在店里面据说就是很快东西就会被抢光，所以一定要早去，争取在就是店刚开门的时候就挤进去抢。另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就是家附近没有任何 out 的实体店的话，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满50免邮。一提到满50免邮呢，就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凑单儿。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凑单儿都有什么好办法。首先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当日特价的单品囤货若干，如果这件东西恰好是就是能囤货的不怕多囤的东西，尤其是像那天 Clarisonics 那个洗脸刷，洗脸刷这种东西又不会过期，所以多囤无伤大雅。我用一天之内我就是买很多个当日特价的产品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就也是这里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当日特价品加上那个21天之内天天都特价的产品，然后凑一凑看看能不能凑成一单，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是不错的。最后一种办法就是当日特价品加上非特价品凑单，我觉得这个不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凑单方式，但是如果正好那些非特价品是你就是特别急需需要的，我觉得也是 OK 的。尤其是有几个牌子就是你在 Sephora 买不到的，然后或者是在 drugstore 里就是货不全的，我觉得在 out 买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比如说 MAC、 Wet n Well、 Rituals还有 Ofra 等等等等这些牌子。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要就是想凑单的话，建议大家就是提前把这个单凑好，不要就是到时候在抢货的时候去现凑，可以提前一天呢把想要的这个产品放在购物车里面，第二天就可以秒结账。另外一件事呢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看一下就是当日的就是满额赠区有没有什么大大小小的满额赠活动。如果你那天买的特价品啊或者是非特价品啊正好是符合他们就是满额赠的一些条件的话，就一定要拿他们家那个具体牌子的那个小号的满额赠。那大的满额赠一般都是突然袭击，比如说你满60赠你一堆东西那种，一般都是突然袭击，都会发生在就是美东时间早上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好好就是盯住你的 email 看一看，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大型的满额赠就突然蹦出来了，如果有的话就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觉得最完美的情况就是你买了特价品拿到他们自己牌子的小满额赠，然后又拿到了那个购满50或者购满60给一堆东西那个大满额赠，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爽的。我是有这个瘾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还有两个省钱大法呢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家的官网上有一个折扣码，你是随时都可以拿到的，这个折扣码会在他们家那个coupon 的那个区域，我会把它的链接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它这个 coupon 是满10刀或者是满15刀减3.5块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折扣，虽然不多吧，但我觉得能省点就省点。这个折扣码呢是你可以在网上用，然后也可以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拿到店里面用，它并不是就是所有产品都可以用这个折扣码的。其实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到底哪些产品能用哪些产品不能用，但是我每次都会就是尝试着输这个折扣码进去，如果没有折扣就算了，如果有折扣的话那就能省点就是点，对吧。然后另一个省钱大法呢就是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用 eBay。 eBay 给
Ulta 的返现是 3%， 然后有时候一倍次做活动的话它可能会到 6%， 这个相当于是跟你所有的信用卡什么的都无关的一个，完全是因为你在网上购物的话它会给你的一个返现。我觉得虽然 3% 不是很多吧，但我觉得就是积少成多，以长远的角度看还是能省不少钱的。如果你已经注册 eBase 的话，就一定记得在你结账之前把你那个浏览器的 eBase 的插件打开。如果你还没有注册 eBase 的话，我会把 eBase 的注册链接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好，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 Ulta 的21天闪购开始之前看到我的视频，希望我这些内容对你这个21天的购物有所帮助。如果还有什么就是推荐的产品啊，或者是省钱大法你觉得我没有提到的话，也欢迎你在下面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总体宗旨就是不要让自己后悔，但也不要冲动消费。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就请给我的视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